天气越来越热，幸好有全家双麒麟的陪伴。全家继上次推出超浓郁鲜乳房小浓牛奶口味后，这次又推出绝对消暑的澎湖仙人掌双麒麟，鲜紫色的外观加香甜果酸，不用飞澎湖就能尝鲜。这次全家严选澎湖当地种植的仙人掌果实，新鲜榨成之后再制作成双麒麟，并且有别于以往双麒麟较黏的口感，这次特别做成雪酪风，吃起来超清爽，是今年春夏最消暑的冰品。仙人掌果独有的香甜酸味，清凉不腻的口感让人吃了超涮嘴。为了配合仙人掌双麒麟独特鲜紫色外观，全家还特别用绿色饼干搭配，好拍又好吃。而五分之五到七分之五期间，利用全家 APP 商品预购，还能享双麒麟两只59元不限口味，每日限购一组，每日限量10000组，爱吃冰的你绝对要抢。这次的仙人掌双麒麟真的好特别，尤其口感跟以往全家推出的双麒麟都有所不同，一定要赶紧冲全家尝鲜一波，免得错过了一定会后悔呀 Tilda。